创办人、毕业生、各位家长、老师和同仁，首先恭喜今年的毕业同学，共计有两千八百六十四名来自大学部、研究所和博士班的毕业生即将展翅高飞。每年毕业典礼是我最感动的日子，看到各位同学经过。 亚大四年的洗礼，能够顺利毕业，是你们的热忱的投入学习、长大成人，启发我们，这是身为老师最大的回报。有些同学甚至要半工半读来完成学业，各位事实上很了不起，令人感到非常欣慰和骄傲。今天同时。 也是一个感恩的路子。同学在家长、师长、亲友的协助和支持下，今天才能够顺利的毕业。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家长、师长和亲友。谢谢今天拨空出席来给予孩子祝福的家长们。也借此机会，特别谢谢家长们给予亚大的信任。将。 孩子人生中的黄金岁月交给亚大，看到他们的成长，我和在座的家长同样感动。今年是亚洲大学创校第二十二年，在我们创办人、董事、全校同学、老师及同仁的努力之下，连续九年被天下、气尔杂志评为办学绩效进步最快的大学之一。 二零二三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世界大学排名前九第三百八十四名，辉一系列四大第一名。今年在二零二三企业最爱大学排名中，亚大首次登陆私立大学前十名，获得社会及企业的肯定。过去十年，亚大护士机构实践开花结果，包括二零一三年。 亚大现代美术馆落成，成为中部美学创义的摇篮。今年准备庆祝十岁生日。二零一六年亚大会医开幕营运，扮演社区健康照护者。今年五月亚大护士兽医教学医院开幕，提供动物优质的健康照护。目前更规划长期照护。 服务机构希冀成为区域民众的健康守护者，护士机构同时也是学生实习及就业的最佳环境。今天也是一个奇习的路子，各位即将进入社会毕业，事实上不是学习的结束，而是学习的开始。Open AI 的 CEO 山姆·奥特曼。 给年轻人找工作的建议是：才能、兴趣、需求、价值。才会问你擅长的、你所爱的、世界需要的及对世界有价值的工作，发挥年轻世代对世界的影响力。Sam 也有一篇文章中分享的成功的特质，聚焦在以下几点：保持专注，专注让你是。 办公队做正确的事比长时间做事更重要。追寻你内心的热忱，不要轻易忘记。展现自信，成功者往往散发出绝对自信的正能量。相信自己，坚持不懈，展露出不一样的光芒。建立人脉，善待每一位共事的人。 大方与他人分享资源，展现利他的精神，在未来某个时间点，自然会有回报。承担风险，年轻时敢于承担风险，追随你的好奇心之外，刚起步无人知晓，其实是种优势，因为你不用害怕失去。勇于承担风险，会让你在每次的危机中少一点害怕，少一点智慧。 危机往往是你进步的最佳机会。Bill Gates 在毕业演说中也提到，在你的职业生涯中，总有遇到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，那就是一个最佳学习机会。不要怕遇到问题，停下来给自己喘息，然后主动寻找伙伴一起学习。记得不要害怕求是，求是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。 学会从失败中站起，有些企业甚至不录取没有失败经验的求职者。需要的，给自己休息的时间。人生的旅途很漫长，追寻成功的同时，我要放慢，保持身心的平衡。我也要鼓励同学保持积极的信念。今年五月，NVIDIA 执行长王连勋博士在。 台大毕业典礼时说到：“将为自己的理想大步奔跑，成为猎食者，而不是别人的猎物。” Either you are running for food, or running from being food。现在的你们面临前所未有复杂的世界，疫情依旧，战争对立，气候变迁等造成大环境中诸多的不确定。但智慧科技及 AI 路易成熟。 让我们对世界有不同的想象。过去三年的疫情中，科技让我们在四位世界里继续运作并保持连结。近期的生成式 AI 颠覆了人类的根本思维。我希望你们在科技的万变中保持乐观，如同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所说的：“请用 AI 做出不可思议的事吧。”在这人工智慧。 以激进的时代，很多简单、重复性、不思复杂思考的工作都将陆续被 AI 取代。面对 AI 时代的挑战，同学要学什么工作才不会被 AI 抢走？A. 培养创新的能力；B. 具跨领域思考的能力；C. 培养审美的态度；D. 要有同理心和人文关怀的精神。这些都不是 AI 可以取代的。 一同时也要学习可以跟 AI 机器人沟通的语言和知识。此外，亚洲大学推行三品试验，就是做人要有品德，做事要有品质，生活要有品味。所以，不管在你人生旅程中哪一个阶段，不管你在天矮海,海角，希望你永远记得学校的办学理念，做一个有品的人。在未来的岁月，秉持我们的校训，健康。 关怀、创新、卓越，维持新心的健康，帮助他人，并养成理性思考、终身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有好的学习态度，立定目标，坚持不懈，你的人生将无可限量。愿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充满自信、勇敢和智慧，一路亚大人，终身亚大人。希望各位。 在未来的岁月里，有机会随时回到亚洲大学。亚洲大学永远是各位同学的家与后盾，欢迎回来看看学校，跟老师叙旧，聊聊你的近况。我们也非常欢迎你给学校一些建言。最后，祝家长身体健康，事事业如意；祝同学鹏程万里，一切顺利。谢谢各位。